小术士。在我们的这个卫冕的当中，有两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沙巴，对，来，请到台下来，恭喜！我们再一次跟博旭说好，下次再见了，加油！对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很开心的再一次的宣布，因为伊文呢，真的是拿着我们好多 MVP 的奖品，今天也不例外，又是他，请出列。得到由朵喜提供的等值100,000元完美肌肤呵护保养品组，哇，太棒了，恭喜！哎，你出来颁奖两次了哈，你今天好忙啊！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，恭喜！哦，沙巴的真的很厉害哦，很厉害，你看，对啊，再这样比下去，马来西亚应该跟我们建交吧，是不是啊？大家合作这么愉快，其实在那里也有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我们，是的，欢迎大家，谢谢评审。快点，你心会